刘嘉玲可说是香港女星中的投资理财天后，眼光独到，被写成走到哪儿买到哪儿，投资房地产几乎是百战百胜。日前，刘嘉玲、梁朝伟夫妇两人名下在香港、北京、上海等地的物业市值已经超过8亿港币，真真实实的富豪夫妻。有人说，女人一生最大的投资是一段幸福的婚姻，刘嘉玲在这方面也是眼光独到，与梁朝伟携手走过24年，未必轰轰烈烈，却一直细水长流。刘嘉玲在接受某杂志访问时，大方分享婚后甜蜜生活，自曝梁朝伟半夜会亲自下厨，很用心地为自己煮公仔面，但是这份心意就已经很甜蜜了，更何况还是出自爱人之手了。梁朝伟一直是气质忧郁型男，也正是这一份忧郁俘获了大批粉丝的芳心。不过大家着实很难想象慢热的他与外向开朗的刘嘉玲的生活模式。刘嘉玲透露，梁朝伟吃饭很专一，追求安全感，每次找到一家合适的餐厅就会一直在这一家餐厅吃饭，很害怕去陌生餐厅，每次都是由刘嘉玲挑选不同的地方带他过去尝试。看来也确实只有这样互补的性格，才能真正细水长流地走下去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